扎心了。郭京飞晒与周震南合影 ，TFLOWBOYS 风光不再，原创扎心了。而 2G 男孩儿周震南最近的热度也是很高，先是因为不知情与小，众所周知，周震南是在明日之子上逐渐被粉丝们熟知的，之后他又参加了创造营2019高位出道。那么这么两个八竿子都打不到一起的演员和爱豆，是怎么突破次元壁合体登上了热搜的呢？这明明是男孩儿和叔叔的合影。其实现在的娱乐圈出道年龄也是普遍的偏小了，17、18就出道的大有人在，而粉丝们也以妈妈粉、姐姐粉居多，与其说是爱豆，不如说是爱豆养成。而40岁还在娱乐圈里接戏的也不少，这么一算，其实在生活中比周震南还小的粉丝们叫郭京飞不就得是叔叔吗？郭京飞目前的状态我们也确实能够看出来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娱乐圈的明星们的年龄真的是个谜啊。开了美颜和周震南站在一起也是丝毫不显老的，而一些采访中也能看到他的皮肤状态比起李光洁和雷佳音是好了很多的，难怪他一直说自己是 TFLOWBOYS 中的颜值担当了，是个日常精致的猪猪男孩儿没错了。